S9.5 新三星五费，一打七个三星五费的画面。侧舷开火！船长从来不会有任何盲区。首先，新五分英雄船长比尔吉沃特枪手技能是这样的：放前两排攻击距离变一，获得护甲魔抗，还会获得真伤；放后两排攻击距离变四，每次普攻多回五点蓝，满蓝就会召唤船撞击范围敌人造成伤害。途经的友军还会获得免控和攻速效果，一个非常多变的新五分啊。从刚才阿北内测实录的画面呢，也可以看到船长强度肯定是有的，具体怎么搭配有待开发。